觉得贾博士这一生啊，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谈判能力。第一个，我觉得当你要跟人家谈判的时候，你要了解对方有多少实力。如果你对方有多少实力你都不了解的话，你这谈判很难谈。第二个，你要有自己的实力。如果你自己实力很薄弱的话，全部要用骗的，我觉得也很难。第三个，在谈判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展现你的热忱，你对这件事真的有兴趣。我来了，我想要救的是整个苹果，我不是只是要回来当老板而已。我非常鼓励每一个人都好好仔细他的研究他的一生，你会有很大的启发，起码我受益良多，我相信你也会受益良多。